完美的运势，平平永远就是对上帝来，家己叫做怎平平对上帝来，平平是对上帝来，是十分莫必来，头天三害毁坏的一个作用。所以咱们看了个呀，然后讲你业报，业报圣经正清楚甲人讲，阿弥陀伊的病的领导甲伊，因为我惊伊。我因为我所惊的来到我身顶，我所惊的来欢迎我，阿弥陀来欢迎我。所以《约伯记》第三章就讲到，圣经的这叫做研究的人的专家，同意啊，约瑟的患难啊是干哪高估的，家己叫做高估的。高估的。有人今日讲约瑟的患难是真啊，永远的，我为世人苦啊，为世人了。哇！新娘说真正苦，哇！那个新娘买，这错了，这干了不是我讲的啊，这是圣经学者的同意啊。基督安尼规是困难啊，规是困难吧？安尼不是两把来，只要只要唔是两把，只要只要唔行，是九个月尔。特别九个月后发生一事，九个月后第一位耶和华上帝和耶伯在的苦难中、苦难中都变来。上帝予伊变负债八千多倍的祝福，过一后伊个报都活到140岁，伊对活140岁。圣经讲伊毋是看病，伊安怎死无讲，但我相信伊是老死，伊是看病，伊已经健康了啊。佫会看到个伊个子孙第四代，当然看咱个子孙第四代哦。你来买呀，买过来啦。我老惊看哦，伊讲伊看你子孙第四代哦，一枝满足甲死嘛，你知？我希望我唔是病。